thank you.啊，Unity 也可以用来控这个。可以啊，可以控制。哦，我最近玩一个 FB 的游戏，我觉得它画面做得好好哦。然后它是用 Unity 写的。哪一个 ？Facebook 啦、哦、，Facebook 的一个小游戏。然后它的画面真的做得超好的，它叫什么 Rubber Rising， 都是机器人的。是哦，那下次玩一下。它好像是最近才上线，嗯、对。对啊，因为你其实就可能比那种很专业的 game engine 少画一些东西、嗯，但是它的那些功能什么应该都是。对啊，我觉得它那个画面真的做超好的，比我想象到可以做到这样子。对啊，觉得现在应该都不是问题。